元朝末年，天下大荒，百姓饱受水旱蝗灾之苦，加上朝政腐败，贪官污吏只懂得横征暴敛，残民自肥，以致百姓倒悬，民不聊生。元顺帝至政11年，韩山童、刘福通率红巾军起义抗暴，各地豪强如张士诚、陈友谅、郭子兴、徐寿辉、方国珍等纷纷响应，一年之间群雄割据，天下大乱。巍巍武当，烽烟兀立，涧水长流，树密林深，空空蒙蒙，享有亘古无双胜境、天下第一仙山之美誉。这大自然的神妙造化，正是道士们断绝俗缘尘虑、修真炼性所崇尚和追求的虚清环境。元顺帝至政12年，道教始祖玄天真武大帝华诞降临，又值长春子丘处机百岁大寿庆典在即，此为武当百年难得的双重盛世。然而丘处机感慨世逢乱世，天灾人祸，战火不断，兵荒马乱，苍生倒悬，有意借此庆典感召各方英雄，为天下苍生挽狂澜于既倒，同为百姓万民祈福。加油！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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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用力推啊！吃不吃？哎，不吃。驾！驾！当心，当心，小心，小心！驾！让开！让开！你驾起！让开！参谋，参谋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你没事吧？喂，你给我下来！我管你是600里加急还是800里加急啊！总之你撞了人，就别想一走了之。我捡起来了。是你送信重要，还是我们人命重要啊？不好意思，两位兄弟。搞什么呀？这是瓶上好的金疮药，来，拿去给你兄弟上药去吧。不要金疮药，还是让他赔点银子比较实际。你说什么呀？看他的样子又不像官府的人，怕什么？你还说？少林寺什么时候养了一群绿林大盗了呢？哎，你误会了。撞伤人是我不对，金疮药是我诚心诚意的奉上。两位如果想趁机勒索的话，就门都没有。叫！叫！哎！喂，你不赔银子也该赔我件袈裟，衣服都被你弄烂了。你还狡猾，有理都打成没理了。拿着，赶快收拾收拾，一会儿还要挑水呢。气盖世，气盖世。
多多包涵，张君宝，又是你偷看我们练功，你自己说说，偷看少林棍僧练武，按照四规应当如何处置？横眉师叔，按少林寺的规矩，应该让他当棍靶，让我们乱棍打他半个时辰。以他的武功功底，若被我们每个人打三棍，还能活吗？师父，我们的格言是心如铁，身如铜，我们绝不能轻易饶他。少来啰嗦，国有国法，寺有寺规，寺规不可废。请慢，张君宝。你想怎么样？师叔，弟子犯了四规，的确应该受罚。可是能不能让弟子选一个受罚的地方，然后再让各位师兄动手啊？张君宝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气棍徒手比试。
小子慧根不浅呢。张君宝，你诡计多端。哎，这可是横眉师叔和师兄弟们都同意了的，怎么了？想反悔啊？你仗着竹林的竹子，兄弟们把竹子铲平了。啊！住手！住手！哎呀！哎哎哎！横眉大师，主事方丈找君宝有事儿，让他们不要再打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就是为了上武当为长春真人贺寿祈福之事。哎呀！哎呀！停手！君宝，跟我回寺里面去。君宝，君宝，君宝！君宝！张君宝！张君宝！方丈，弟子张君宝求见。进来吧。哦，方丈，师父。方丈，师父。你知道我找你们来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回方丈，师弟已经告诉我了，你让我们二人陪卷远师父上武当参加祈福大典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派你们两个去武当山呢？弟子不知。所谓会无好会，宴无好宴啊！祈福大典虽是为了天下苍生，本是慈善功德，但世事又岂能尽如人意呀？如此风云变化之际，定然引出各路英雄，此事比鸿门宴更要凶险呐！啊，我明白了。所以呢，师父就叫我们两个优秀的少林弟子出来陪觉远大师走这一趟了。错了，正因为你们两个表现并不出色，武功平常，毫无耀眼之处，就算出了点事儿，对少林寺也没有多大损失啊。哈哈哈哈，师弟呀，你也不要这样说他们。曹猛啊，其实我们派你去，因为你平时能说会道，善于周旋。至于君宝呢，因为你是俗家弟子，在路上行走方便一些。这回你们该明白了吧？弟子明白了，弟子明白了。望你们好自为之。阿弥陀佛。君宝啊，哎，师父，你虽然顽皮，但是识大体。懂戒律，曹猛呢？你慧根太浅，加上从小在本寺出家，又少见异性，这次出门可不要动了凡心呐。师父，这男人女人都一样嘛，都是人嘛。不，男人跟女人不一样，男人是泥，女人是水。水啊？啊不，女人就是老虎啊，老虎啊。如果你遇见女人，就要躲她远点儿。是师父，是师父。张三丰，哎，张三丰是谁呀？你又是谁呀？你在找谁呀？张三丰，你回来了吗？谁是张三丰啊？你又在叫谁呀？张君宝，你回来了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君宝啊？君宝就是三丰，三丰就是张君宝。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。好，你回来就好，武当正需要你呢。哎，你别走啊，话还没说清楚呢。谁是张三丰啊？喂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
小朱，把这里打扫干净，还有那边。哦，待会儿还要收拾干净几间客房。师傅说了，这几天有贵客来访。贵客？哎，师兄，哪来的贵客？总之是贵客，有少林高僧，也有富豪大户。所以你胆敢偷懒的话，就不准你吃饭。啊！困了，我要去睡一会儿，好好干活啊。哦。哎，你这个菩萨竟然阻挡我朱元璋扫地，石像你给我让开。你不让是不是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方丈大师，不知道方丈大师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大师恕罪。元璋啊，你连菩萨都敢得罪，还用得着把我这个方丈放在眼里吗？方丈大师，你误会了。你看，我自小受你收留，衣食无忧，我感激不尽啊。可你看那菩萨呢，整天坐在那里高高在上，无所事事，受人供奉，他也不知道感恩图报，还阻止我扫地，你说气人不气人吗？你有所不知，菩萨保佑百姓，也许天下的百姓只有遭此磨难，他日才会有好日子过呀。啊，他日才会有好日子？不及一番风雨霜，哪得梅花吐芬芳啊。哎，师父，这两天是不是有贵客来我们寺里啊？当今世上还有谁比你更贵啊？哎呀，师父，你别这么说嘛，我可是听说少林寺的高僧也到我们这里来了，他们的武功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善哉善哉，好好打扫吧。哦，是师父。黄觉寺有此非凡人物，不知道是祸还是福啊。那么快干嘛？给我说说话嘛。好吧。哎，你说我们会不会碰到老虎啊？走在阳关大道上怎么会碰到老虎呢？不会的。那女人呢？那这就难说了。如果万一碰到女人，你可不能丢下我一个人不管，我挑着行李跑不快。不会的，放心吧。那什么东西啊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老虎。女人就是老虎。老虎就是女人。喂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像走不动路了，我中了老虎的邪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无刚爱故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醒来吧。阿弥陀佛，罪过呀，罪过。啊，师父真是无处不在啊，功夫了得啊。罪过，罪过。为什么总是我啊？师父一大早就让我们去化缘，怎么化啊？这么多人怎么不好化？啊，哪儿都能化。哎，那边，哎，那边好像有义卖啊。是吗？哎，走走走。哎，义卖是什么？义卖你都不懂啊？义卖就是做善事，得来的钱呢，什么修桥啦、补路啦、盖庙啦，然后给老人家买衣服了。哦，盖庙，好好好。哎，我们去看看。哎哎哎！义卖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不错的。
慢走，小姐。谢谢刚才那位小姐，她刚才捐银十两。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沈家小姐的义卖，两位公子还要上来。我来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别急啊！各位公子，哎呀，真是。哎，请这边坐。真是的呀，这位就是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千金沈大小姐。是沈大小姐啊，她还挺不简单，男人的扇子上能画山水，女人的指甲上还能画花，挺有意思的。可惜她爹脑满肠肥，一身铜臭，所以做女儿的这还是在给她爹积阴德嘛。又是她了。是少林寺的小姐，认识他们？我才不认识这些臭和尚。小姐画得真好，哎，真好。他们凑点钱，咱们也上去。我千万要保护我，不要让我犯戒啊！谢谢这位公子，这位公子捐银20两。我给100两。快滚！去你！多谢这位公子，不知道怎么称呼啊？我爹乃是当朝丞相，我叫彻里不花。彻里不花少爷，不知你想要画山水还是花鸟？我要画一只豹子。看来这100两不好赚了。是啊，小女子尽力而为。不花少爷，您别老盯着我们家小姐看呢，您得把扇子拿出来呀。我没扇子。难不成你要画指甲呀？指甲那画在我胸口上吧。来看我这一身好肉，在我胸口上画只豹子。这位公子，小女子学艺不精，恐怕不能从命。哎，我再加100两。哇，这下可是老虎碰上恶豹了。存心找茬，就把他拉下来。少爷，这里不花少爷，小女若有得罪之处，草民在这儿向您赔罪。爹，哎，来来来来，轻笑呢。哎，这些个破东西啊，我府里有的是。哎，少爷，那古玩字画陈年美酒，只要少爷您说，我一定竭尽所能啊。我就要你闺女。在我胸口上画着豹子。那可真是对不住了。这200两银子公子请收回吧。哇，你的手好细好软哦。来了，快把小姐带走。你们不能这样。放手呀，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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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好久拿着。哎呀，妈的，没事吧？
喂，男女授受不亲啊，你可不要占他便宜啊。你是你放心，我们是一伙的。哎，三姐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多亏大侠呀，后会有期啊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赶快走，赶快走啊！快走，走。喂，为什么他是男的，他可以招惹老虎，我们不可以啊？走了，真漂亮啊！差点又破戒了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能破戒，可不能破戒呀！是少林来的啊？化缘吧？哼，原指望你们两个去化缘，谁知弄得灰头土脸的回来，我的肚子也饿扁了。师父，我们就……你还说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贫僧乃是黄觉寺的住持高斌，请问高僧从何而来啊？贫僧乃是少林寺觉远，我们师徒，要到武当山去，路过此地，想在贵寺借宿一晚。哦，原来是少林高僧，我马上叫人打扫房间。来，请。小朱，朱元璋，怎么还没有打扫完啊？哦，待会儿少林高僧马上就要到了，快点！知道了。什么少林高僧？还有我朱元璋棍法厉害吗？什么人？就知道在大白天装神弄鬼的，你这小子哪来的？哎，我可是少林寺的贵客啊。少林寺的贵客？嗯，那你头上为什么有头发？哎呀，少林寺也有俗家弟子嘛。哦，俗家弟子，原来你就是少林贵客。哎呀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哎，小师傅，你刚才那个武功挺有特色的嘛。哎，你别取笑我了，我这扫帚怎么能比得上你们少林寺的棍法呢？哎，我没有取笑你，师傅，我只是觉得你那个棍法很特别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这么打的。哎，还未曾请教尊姓大名呢。在下张君宝。哦，张君宝。在下是朱元璋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？哎，你刚才那个棍法不就叫做朱元璋棍法吗？哦，对对对对。哎，我们到外面去走走吧。啊，哎，请。哎，元璋兄啊，谢谢你带我出来游玩，看看这十里扬州，开开眼界啊。大家都是兄弟嘛，这是应该的。这是天意啊，你我师父都忙着谈佛，根本就管不了我们。那我们两个就玩个痛快，啊？哦，不行啊！师父说过，申时以前就要回去，现在时候不早了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哦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跑啊！过来，小姐。本公子看得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呀、啊！请你放尊重点，有事别拦我！哎呀！别拦我！不要拦我！不要交配礼了！救命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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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姑娘，快跑啊！啊！哎呀，快走啊！哎，喂！哎，哎，哎，快走啊！哎，我走不动了。我背你啊！公子啊，公子，快！哎呀，公子没事吧？这两个混蛋，我绝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快点，君宝！哎呀，我一定比你跑得快。我是快放我下来呀！我是那个啊，你是我哎，
你们早就认识了。哎，在下是朱元璋啊。公子有礼，小女子沈荣。我叫张君宝，有礼了。我们刚才看到你被调戏了，然后就赶快过来救你啊。哎，对，幸亏我把那个坏人推到水里了。多谢二位相救。别客气，应该的。不信。哎呦，怎么是你啊？我还以为师傅能吓我一跳。你也吓我一跳。哎，师傅还没回来。幸亏还没回来。你这么晚回来就不怕师傅罚你啊？哎呀，没有办法，我又不是那个最厉害的老虎了。哎，哪个老虎啊？是不是文武庙的那个？他怎么样了？告诉你吧，我今天又救了他一次。他可是个厉害的老虎啊！瞧你那样儿，你那样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好干嘛追老虎？我承认我是喜欢他，我要是能娶他为妻的话，我宁愿短寿十年。我宁愿短寿二十年。我愿意马上去死，让我上马去死我也愿意。说什么呢？你现在去死啊？师傅。弟子是觉得师父对我们恩重如山，弟子无以回报，就算让弟子马上去死也甘心情愿。是的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要不然会下地狱的。早叫你别瞎讲了，连师父都敢骗。罪过。高斌方丈不必远送了，觉远大师昨日不吝赐教，老衲获益良多，请回吧。一万载，请回吧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神施主大驾光临，善哉善哉呀。方丈客气了。神施主眉间生彩，印堂发亮，近来必定生意兴隆，事事如意呀。托福。沈某今天特意带小女前来烧香酬神，顺便为贵寺添点香油啊。神施主功德无量，佛爷定当保佑啊。此乃进香我礼，还望方丈笑纳。沈施主行善即事，慈悲为怀，老衲谢过了。方丈，我听说这里的菩萨非常灵验，我想到佛前上香问卜。小女是想求姻缘的，还望方丈多多指点。爹。这莫非有何不便？没有。老衲只是在想，今天时逢是观音诞辰，正是求佛问卜的大好时辰呐。如果贵小姐在今夜子时能上第一炷香，那定然事事如愿，心想事成啊。不过，老衲只怕沈小姐会觉有所不便呢。方丈有心关照我们小女，哪有不按照吩咐之理啊？女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既然沈施主不见怪，那我就派人打扫客房，让小姐略作休息，等今夜子时再到大殿进香吧。哎呀，那就有劳方丈了。请。好。小姐先到房里休息。各位武林同道啊，我想大家都是来武当山参加祈福大会的吧。没想到今天这么多朋友在此，真是幸会啊。我想我们还是应该互相认识一下吧。我先来做个自我介绍，本人就是陈友谅。
这位朋友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大概就是浙江张士诚属下的行军前哨官，这次肯定是奉了张士诚的命令前来武当山打头阵的吧。啊啊，你们还有你们，我想应该就是湖北汉阳的徐寿辉，还有浙江舟山的方国珍，哦，南粤两广的何珍，啊，当然也少不了淮西韩灵儿的手下。虽然你们穿的都是武林义士或剑客的服装，实则上不过就是各路义军首领的跑腿的嘛。哎，我看这样好了，既然你们的主子都是胆小鬼，还不如都投靠到我陈友谅的旗下啊，怎么样啊？哎，这扇大门为天下英雄时刻打开着啊。哈哈，哎，这位小兄弟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怎么看你这么陌生啊？哦，我还忘了一个人，你大概就是濠州郭子兴的手下吧。啊，是又怎么样，不是又怎么样。郭子兴这个土包子整个一个缩头乌龟，这样的人也配做首领啊？不跟也罢。陈友谅，普天之下你谁都可以骂，但是就有两个人不可以骂。是吗？是哪两个人不能骂呢？第一个就是韩灵儿，他是我们各路义军的大龙头，我们不可以对其不敬。你刚才的说话也未免太过分了吧？这就是太过分，就是太过分。都住口！怎么这样？好大的胆子！那么还有一个人是谁不能骂呢？另一个就是濠州的郭子兴。那又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郭子兴的义女马芝兰。哎呀，想干嘛？师傅，你平常不是教导我们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吗？师兄，师傅好像平常没这么教过。你废话怎么那么多？救人要紧。喂，不是救人，是救老虎。
哼，臭和尚，你也来送死啊？这位朋友，你出手未免太狠了吧？她是一个女子，还有两个孩子，你何必招招那么痛下狠手呢？哼，那也轮不到你这个臭和尚来教训我。哎，对，我是和尚，我是少林寺的和尚，并非施主口口声声说的臭和尚。陈友谅，连少林高僧都看不过眼，我看你是捡不到便宜的。好，好，我认得你们，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哼，哼，多谢三位师父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都是我们师父平时教导有方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。